好的，大家好，我是 DJ 阿周，目前所在的是台南市永康区东桥里。东桥里呢，里长阿孙啊，结合来来市集还有长颈鹿美女，在这办了一个市集公益活动啊，同时预祝所有的儿童节快乐。那我接下来就为各位介绍这边所有的一个市集的活动的情形，请跟着一幕一起走。那这边市集要有非常多的好吃的东西、好买的东西、好玩的东西，我们接下来就跟着一幕走。有花莲的炸弹葱油饼，经常遇见你的大肠包小肠，那同时有炭烤甜甜圈，还有蚝烧的鸡蛋糕。现在是下午的时段，大家要出来走走的时候，这时候太阳也不是很热哈，来一下风霸卷卷，都是卖手工面包。好的，走这边，冰要趁热吃，有一些冰品的东西非常的不错。那这是烤麻吉，同时它非常的会跳舞，刚刚跟着音乐在摇摆。烤麻吉整个制作过程看一下，很帅哦。再来这边是不用介绍，是古早味的香肠李天生，非常非常的有名。你看到那香肠啊，等一下就全部卖完了，有机会的话可以品尝一下啊，60年前的香肠的老味道。当然啦，这边有个来来市集哈，这个主办方准备一些很多小朋友的东西。这个小女老板在吃的烤肠是李天生的，那个是刘小姐，后面那是她来打工的她的老公。OK， 走着到这里，刚刚这边没有拍到。这边先目前呢有妇女在表演，清个喉咙。好了 ，OK， 这边有一二三，有个干的开心就拍拍手，有个干的开心就拍拍手。鹌鹑做的鸟蛋煎鸟蛋，制作过程大概就是把鸟蛋打进去，煮到30秒就熟了。OK， 那刚才讲的鸡蛋糕还有甜甜圈都是不错的选择。有个干的开心就拍拍手，你看。厉害吧！这个市集呢，你唱拍手歌算犯规吧？那我再唱一首，你再唱一首，要唱什么啊？我的主题曲，你的主题曲哦，好啊，来啊，来唱啊，好。好的，同时呢，结合了公益，这边有华山基金会在那设置一个摊位哈，做公益，非常的不错。这是于小姐吧？没有记错吧？于小姐，对，没有记错吧？看一下，看一下，这边，帮助组最好了。Okay. 谢谢。做公益来市集，可以顺便走走逛逛，做公益。那里面的汤山呢？现在人潮都进来哈。那下午时段总是这么多的人，我就一摊一摊为各位介绍。首先看到这个棉花糖，做出的棉花糖。另外这边有串丸子鸡蛋糕，很特别，都现做的鸡蛋糕。我是卖咖啡的，要不要介绍一下？我这边是主卖咖啡跟黑糖珍珠鲜奶茶的，对，然后鸡蛋糕是搭配的，我看到鸡蛋糕了，那是搭配，搭配的哈，主要是卖咖啡，是的 ，OK， 精品咖啡系列的，谢谢。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好了，红鱿鱼，这边现做的炸，现炸的鱿鱼，好忙哦。这个平板一份，那什么口味？走到这边呢，同时这边都是人潮，蛮多的。这边是饰品，这里梦幻水果 QQ 豆，现做的。那边有严选二手粮，来拍照。好的，走到这边还是小朋友最喜欢的玩具区，恩恩游戏，小老板。这边有凉水摊，天冷的时候，刚刚我老婆来这边买了2罐。
非常的好喝。OK， 龙泉汽车茶叶蛋。你先喝水再去。鹿角，很特别。过来，这边还有一些美，他们也介绍。有品熊吗？还是好，不用了。来 ，OK。嗨，好久不见。这个，哦，接艺术文创，那自己高兴什么颜色就染上去。好久不见。自己加量，冻龄水果球。嗨。这个也是自己 DIY， 做个奶油胶 DIY。自己高兴什么就自己涂颜色，做完之后就看你要放在哪边。OK， Costco 好事都一样的日色单。这个以前三毛饮品我常常在喝的，还不错。有看到吗？古早味的鸡蛋冰就在这里。今天天气比较炎热，蛮多人在买的哈。喜欢吃这么热的天气，才三月底哈，走着大概是这样。走到这边呢，双董粉糖，当然也是冰品。好的，这边也要纯鲜糖160，做一个可以自己做 DIY， 什么都有。喜欢，只要记得以后这个有市集的话。就可以来逛逛，顺便看一下我们台湾的经济。墨西哥卷饼，可以、okay, 逛啊逛啊。人蛮多的哈，这市集。这个市集呢，同时有结合。小孩子游戏的地方，等一下我再为帮各位做介绍。放那个播放器，打一次十块哦，还有十块。看一下，对，有这么有奖？这么有奖要吗？那边小 Q 饼可以试试。好可爱的小女老板。OK， 这个尖叫鱿鱼，好久不见，上次在湾里，哎。他们的鱿鱼确实不错，品尝过你会撸架撸下抓嘴，看电视配啤酒最佳的伴侣就是尖嘴鱿鱼。等会再拍过来。OK， 这边是 DIY 区哈，看小朋友在做 DIY。对啊，这边是果干。那个小朋友先吃很香草，鸡蛋糕那个。好可爱的小朋友。好的。嗨。都是不错的，我们半月份呢。谁绕过来？维尼造型烘焙饼干、蛋糕、甜点。甜品屋茶饮。嗨。来，新上市冲绳饭团。粉丸。大家都很开心啊，是他们的，有这些，下次遇到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他们的东西确实不错，非常的好吃。这也是 DIY 的地方。手作，还有杏仁片，还有手工饼干。
哇，都是水晶哎，水晶啊，摆在家里可以招来财运，招来桃花等等都不错。桃花是不好的，说错了。哦，还有开运，修眉开运。对对对。小朋友的公仔非常的多，这个已经卖完了，休息了。OK， 鸡蛋糕有限、无限、零酱，各种喜欢就可以过来。好的，还有卜卦的塔罗牌。一件二十，拜。爆米花，OK， 这边一些杂七杂八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老板啊，常碰到，要多少？大概三十块，小配件还不错，东西蛮多的。嗨，要不要入镜？来看一个，妹妹看一个，不要跑，不要跑。好了，大致上这边的东西呢，大致上是这样。我们再逛一下，就带各位呢过去。这家的蛋糕很好吃，推荐各位。他们的蛋糕我上次买过之后，真的很好吃，可以考虑下次在市集。对，我买过，我是那个刘小姐常找我那个放音乐那一个 DJ。谢谢谢谢。对。对，好吃啊，自己。他们的真的很好吃。在市集遇到他们的时候，我推荐你们可以带回去做早餐或是下午茶，备个咖啡，备个牛奶，非常的不错，很像布丁蛋糕。谢谢，谢谢。好的，我们现在要走到长颈鹿那边，现在还有一些活动。我们小强老师啊，还在找表演助理。小根，可以跳了吧？准备，请开始你的表演吧。这次活动有请嘉湖基金会的小朋友来这边做表演，所以说，那在还没表演之前，他们做的可以。来这边，一、二，好，好，谢谢。现在这个是嘉湖重新小朋友在表演的。
没有去的地方。还有几个没闯关的。这个市集呢，结合的我们长颈鹿、梅雨，那海南大桥、城下这边办的活动。Put it on your arm, arm. Put it on your chin, chin. Put it on your nose, nose. 闯关游戏，嗨！加油！加油！除了这个以外，在公园的小桥公园中间呢，这边同样他们有闯关的地方。人很多哈，这市集还是不错，有吃有玩有买。通知趣味的结合英语学习。靠你后面一点。OK， 绕了一圈，又走回市集的部分。买气还在我的感觉非常的不错，这个市集来讲，买气非常的。生意最好的应该是做公益的华山基金会哈，大家都在做公益。这时候是下午茶时间哈，每个摊位都很多人在排队。OK， 这个是我们东桥里的网红，我们里长阿孙啊。大家好，很开心，长颈鹿美女的公益市集，儿童节快乐。好的，这个以上呢就是 DJ 阿周在我们东桥这边这个来来市集还有长颈鹿美女的一个园游会来做的一个影片的介绍，大致上是这样。 OK， 那影片在这边做收尾。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订阅，同时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亲朋好友，那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我们后会有期。